对中国人民来说，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着一场严肃的斗争。中国政府呢是高度重视，因为政府的宗旨呢就是把人民的生命安全、身体健康放在最高位之上。在接下来我们的疫情战斗中啊，社区管理防控，这是一个基础。如果这方面搞得井井有条，那我们这一次啊，早日夺取胜利啊，我们是有把握的。相信啊，只要我们坚定信心，同舟共